哎，于军教练，于军教练你好。美中教练也在行了哈。然后现在，不过现在训练是不是大部分就是由您来负责？对，女生部分。这样哈，今天你觉得球员的表现怎么样？还在适应，还在搭配的。哦，对，状况没有到很好。还不是到很好这样。对。那贝尔呢？贝尔的他的。膝盖的伤是好很多了，已经好很多。对啊，疫情我们都几乎都休息啊，那板桥疫情比较严重，对啊，他休息其实恢复蛮多的了。OK， 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你们调兵遣将还蛮灵活的哦，就是用了还也让一些年轻球员上来。对，就是一年级的吧，对啊，就是。试试看吧，还是要来练胆啊，对吧、啊？毕竟赛季才刚开始。是，那像十七号那个杜嘉欣，是哦，哎，不错哦，他。对啊，一年级而已、嗯、哦。那七号呢？这个范江佑慈也是一年级，也是一年级哦。是，好，恭喜华侨高中获得胜利，谢谢。3-1能击败南湖高中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走向天地。